大家好，今天来装老鼠，因为呀，我已经等这片甘蔗已经等很久了啊。去年我在这片甘蔗地抓了几十只老鼠、田鼠，然后它甘蔗砍完了，那个田鼠就到那个边边那里茂盛的那个草丛里面躲了啊。来，话不多说了，我搞它。现在先烤一下，给它去一下味。嗯，刚好没带沙子。废老虎。嗯，哎呦，就是这里哟、哦，你看，刚挖的，哎呦。你看这个洞，刚挖的，你看好新鲜啊！哎呦，要在这里放几个夹子才行啊！你看这个是三岔路，嗯，那我在这里弄它一个。上次有个朋友问我怎么放啊？放夹子这样放，因为那个老鼠这样过来这样过来，然后要这样放，两边夹过来就容易夹到了。嗯，这样了，好了好了。挡一下，免得别人偷了。他们也塞走了。哇，你看这里被吃那么多，我。嗯，这个位置以前我放过的，有一只老鼠了啊。然后第二次放的时候又被拖走了，现在再放一次。好了，嗯，装完了，我们晚上再来看它吧。哦，我们现在来看收老鼠，应该夹到老鼠了。